士大楼啊，中华电视公司。哦，原来呢度里面咧系有停车场可以停车。头先我系揾停车位揾得好辛苦啊，呢度停车仲会平啲添，平日40蚊，假日都系40蚊，半个钟。头先我停咗落去呢、这、一个华士大楼嗰边嘅地下停车场，咁咧价钱系贵咗10蚊啊，半小时50蚊，一小时要100蚊。呢度系半小时40，一小时系80，每小时贵咗20蚊。咁我哋依家咧就带大家嚟到台北，台北呢一个中华电视公司华视大楼嘅停车场旁边呢度啊，呢度有个啊睇落好似酒店咁样嘅地方。咁啊喺呢一个呢度有个平台，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圣诞节啊。25号，12月25号，嚟到呢度有个香港圣诞市集，我特登开咗130公里左右嘅车嚟到呢度现场报道。Hello， 睇你好，头先喺度留意我咧。咁我鏡頭都留意到你我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吃，香港在台湾的朋友呢就、透过这个圣诞节在这里呢就买卖一些香港的特色食品，跟台湾的一些朋友来去做联谊，但是我看到好像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有，希望有多一些台湾的朋友来这里啦，为了食又好，或者嚟呢度交朋友都好啦。啊，好，唉，咖喱鱼蛋。系啊，咖喱鱼蛋。咩？够唔够正宗先？有冇信心？够唔够正宗？咁啊系啊。最好的评判是食客，香港的材料、你自己评估自己不够客观，我们来评估比较客观所以说一定要来到一定要试、一定要吃。是怎么买啊？60元一份。60元一份是有多少啊？7粒、60元7粒。7粒。哦，那即是10多元，10多元港币，都 OK 啊。等一阵啦，等我拍完嘢，我先嚟食啊！啊，一定要食嘅濑鱼蛋啊！你哋系嚟咗台湾系移民过嚟噶啦嘛？系咪已经移咗民噶啦？系啊！哦，几耐啦？我喺度8年。哇，8年啊！系啊，睇唔出哦。睇唔出。咁你咪好细好细就嚟咯。我读书喺度读书嘅。系咯，你好细好细就嚟啦。啊，咁你点啊？你即係覺得自己係已經係投入咗台灣呢個社會？當然啦。覺得自己已經投入咗未啊？當然絕對投入啦，已經。係。小心。咁你做嘢已經做咗幾耐啦？已經。做嘢啊？係。係啊。喺呢度兩年零咯。交換咗兩塊紙。即係畢業之後。我翻過香港嘅。翻過香港嘅。哦。哦。咁啊。覺得台灣會長期喺度住㗎啦嘛？會啊。係，好，thank you。我係會放上 YouTube 嘅，我 YouTube 有個頻道。
咗係啊，係啊，叫有冇名啊？文明啊，文明文文學嘅文啊，文學個文，一鳴驚人嘅鳴，哦 ，OK， 暫時未一鳴驚人，啊，咁啊，訂閱下啦，好啊，啊 ，OK， 多謝。我哋呢度仲有啲咩食啊？呢個係無患子椰子番梘。我哋喺宜蘭嗰邊過嚟㗎，咁啊同嗰邊啲農夫有啲合作，咁啊主要係一啲農產品啊、米啊、健康生活相關嘅用品啦。咁都有啲蘋果日報嘅海報啦。我哋仲有啲關於水運動書。誒、hey, ，係啦，作者都喺度。走過可行的傘下銀花，我都有一本喎、哦。係、哎、啊，楊寶楊寶希，哎呀，你走咗嚟台灣啊？你係啲咪？好誒、總之識得嚟，你唔識得我。唔緊要，咁你哇都多謝你，係啊，曾經。嗰陣時係咩情況下攞到啊？我諗下七一，我哋喺七一擺檔嘅時候，係七一，我哋擺社區捐錢喺條街度買嘅、南中，冇錯，你哋喺應該係銅鑼灣，喺銅鑼灣灣仔嗰一度，係啦，冇錯。我哋南中，你嗰陣時籌款啊嘛，攤位籌款啊嘛，咁我俾錢就送啊嘛。明白，我嗰時我當然記得啦，多謝。你係已經係移民咗過嚟嘛？嚟咗一年啫，投資移民，所以未係、即係未係咩定居啊、入籍啊，乜都未。佢冇咁快俾你嘅、以前就可以啦，以前係即刻一年就得，依家好似話要、又要審下，要審下，審啊，啊要審核。係啊，咁你一定過關啦、都唔知㗎，真係唔知。佢好睇背景嘅。同埋因為我唔係用香港人身份、我攞英國護照。哦。要外國人，外國投資者啊，五年。哇！五年嘅報啊。即係佢要審核你，即係五年之後。五年之後先可以申請，哇！係。所以我都呢段時間我都唔使諗。我就做緊、開緊鋪嘅啫，不過冇所謂啦，係。唔係㗎，咁你做生意啊嘛，生意難做嘛。但係我係冇錯，但係同你即係係咪台灣入籍台灣冇關係啊嘛，做生意。係。只不過你係有冇權投票啊？你有冇權享有國籍，即係台灣國籍嗰啲好處啫嘛，係咪？咁所以而家暫時咪居留咯，叫做可以居留咁樣。但係醫生睇醫生嗰方面咧、醫療方面咧，我已經有健保卡半年，住半年已經有健保卡㗎啦。住咗半年以上，係啦，住半年以上就可以。咁你係月供要俾幾多錢啊？啊，貴啊！唔知咪因為外國人咧1700啊，外國人1700一個月，台幣。台幣，好似如果香港人咧唔係咁貴㗎。咁都係400多蚊港幣啫。唔算好貴，因為好聽講話，如果冇健保嘅話，好大鑊，好大鑊喎。有乜事？咪入醫院就大件事咯，真係。你又貴喎。如果得咗平平安安發賴，咁就咩咯？係，咁你嚟咗已經一年。啱，我舊年11月嚟。舊年11月，咁啊，你我仲耐過你喎。你幾多幾耐啊？我係舊年1月嚟總統選舉睇總統選舉。到依家馬上要兩年㗎啦，兩年。2020年嘅1月，啊係喎，係啊，馬上兩年啦。咁你習慣呢邊啊 ？OK 啊，因為以前成日嚟旅行㗎嘛，旅行啊，嚟上堂啊，成日嚟嘅。生活上完全冇問題。其實唔係好大差別，即係你如果喺大城市嘅話。只不過喺啲鄉村地方就會，或者宜蘭啊嗰啲比較稍微偏啲嘅地方咧，就買嘢比較唔方便啫。有啲地方，因為呢度啲超市咩都有得賣。咁你喺宜蘭，如果係市郊市區，咁啊冇問題啦。嗰邊都係乜都有。哦，郊區就唉，郊區我喺呢個石梯坪啊，如果要話咪開車去呢一個。叫做咩？那個花蓮市啊，要開成幾十公里，五六十公里先可以去到。嗯。哇！你住台北㗎？我住喺苗栗。啊！你苗栗啊？係。
通宵。通宵。我唔識你。通宵你唔識。苗律知道。住耐啲就會識嘅。苗律都應該都好啊。係。係嘛？應該好住啦。苗律就是空氣好啲，係咯係咯，始終比較郊區比較對。咁你係都係要開店，你都要做生意定係唔係？冇啊冇啊，我仲係遊客身份啊。你係滯留嗰啲。係啦，冇錯啦，因為疫情。我都有一個朋友嚟台灣旅遊，又係滯留，佢都係住喺苗律。哦。佢嗰度叫咩咧？係。佢住喺一個農場嗰度，我一下唔記得咗咩農場。係。是啊，又是滯留，又是遊客滯留，一滯留，一滯留就是各種理由令到很多香港人都在這裡。是啊是啊，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你今天呢，即是今天之前呢，12月9號還是幾號，好像都有一個活動在這裡，台北，你說市集？是啊，市集啊，完結了了，不過是，不是，應該上個禮拜，上個禮拜他們九月茶餐廳搞的。是冇錯冇錯冇錯，因為有朋友都幫佢哋搞嘅。係同我哋呢一個係唔同嘅呢一個單位啊，唔同單位。唔同單位係啊，唔同單位。好似喺有表演啊，有唱歌啊，有剩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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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咁我哋揾咗小豪子去講嘢啊嘛。係。揾咗曾志豪去講嘢啊嘛。哦。係啊，所以佢咧就室內。係。喺室內咁又有曾志豪啦。係。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嘅逼。爆嘅，逼到咧你真行唔喐咁滯嘅。我有去咗佢啊，應該係上個禮拜啦嚇。係冇錯。去咗逛咗圈，咁就啲攤位與攤位之間又窄啦，就唔喺呢度咁。呢度特別，如果呢個時候咧，頭先有段時候好啲就人多，而家呢段時候好疏落咯。係。不過可能冇辦法啊，落雨。咁你相識嘅朋友咧，嚟台灣嘅多唔多咧？你相識嘅朋友？嗱，早期咧。即係早一段時候咧就多嘅，啊你錄影緊，係啊錄影緊，我講就係要小心啲，會放上我嘅 YouTube 頻道，我一定要 send 過嚟咯，我第一就要加啦。OK， 但係近期咧始終係去英國多，真係一定啦，一定。因為台灣太多 uncertainty， 特別最近又多咗好多，你根本都唔知能唔能低，冇錯。我要花時間喺度，即時間其實好重要噶嘛。我早啲去同我遲啲去，去到嗰邊我識得啲乜嘢，我揾工又好咁樣。如果有小朋友更加要讀書，冇錯，係嘛？始終即係英國嗰邊會有比較對香港人比較鬆啲啦。係啊，比較鬆，即係冇咁即係一定要孭住嗰個口罩。冇咁多苛刻嘅你嘅出呢個嗰個咩要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冇嘢嘅，個人選擇咯。即係如果你耗得起，夠年青，冇所謂啊。係係係。我只能夠咁樣安慰。好似你咁嘅年紀嘅話咧，咁咧就失制少少。唔係喎，我反而就覺得時間對我嚟講冇所謂嘥唔嘥喎，係即係我所餘嘅時間已經冇乜嘅啦，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反而我覺得後生咧就真係，如果你真係你要早啲決定你喺邊啊，你要早啲開始你嘅事業啊，係，反而我哋冇所謂啊，係，我冇啊，我諗住如果台灣唔俾我留，我咪去英國咯，我冇所謂㗎，我又冇即係講得咩，我冇將來，即係我唔需要有 plan 啊，你明我意思啊？我唔知有計劃，我仲要做啲乜咁樣？我過多一日就多一日噶啦嘛。咁啊，未至於咁，都唔係㗎。只不過係即係暫時咧，以後仲有好多時間俾你考慮揾養。唔得啊！體力體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黃德平今日咁，如果唔係揾啲後生嘅朋友嚟幫手，係咁啊。Hello。咁我點做啫？哎呀，我盡量有時間我就塞落去坐噶啦，唔得啊！咁呢啲產品咧係你哋自己做噶定嘛？唔係，揾人做，唔係我哋都係買翻嚟嘅，買翻嚟嘅，或者一啲譬如呢啲農夫，我哋發現咗佢，咁覺得佢嘅產品好，我哋又食過。日曬米係啦，日曬米都你呢兩個都係宜蘭嘅農夫。宜蘭哦，都係日曬米，咁係香港。有嘅宜蘭嗰邊有出。
有機米喎、啊。係啊，有機㗎，有機米㗎、哦，有機米㗎。啲米餅啊，要試下。然之後講緊幾句啊。五蚊住，五蚊住，要食嘅時候再。係。佢其實就係用個米，只係加少少鹽啫，乜嘢都冇加，但係佢係可以好香同埋好甜。就是米的味道、哦、是因為它米的品種、哦、品種比較好品種水土和它入曬宜蘭那邊的水水充足 水十分充足差不多是台灣最靚的水、啊哎、sorry 所以因為它水充足嘛所以買啲農作物咪 OK 咯是啊是啊同埋它一做米啦係啊我去年環島去年環島環島了十個月，跟住咧去宜蘭，即係花蓮一帶嗰、那個沿海、啊、海線，海線我都走了四個月三四個月。所以你一講宜蘭，我很多都知道啲啦、嗯，又唔係我知道很多。咁當然你睇住係。如果你又再靚啲就花蓮啦，係咁台東啊嗰啲更加景點就多啦。係係。宜蘭就風景點就唔係多，但係宜蘭好多，嗯，你好得意嘅喎，原來宜蘭好多好多名人出嘅喎。嗯，特別係政治人物。係啊，我都係去到先知，我都係去到先知，原來林義雄係宜蘭人嚟嘅，原來係林義雄人。另外好幾個，係啊，有個民進黨嘅當時做宜蘭縣縣長嘅，係係。陳定南是啊，陳定南是宜蘭人嚟嘅。陳定南，而且口碑好好添。口碑好好，我早幾個禮拜先去過佢嗰、那個紀念館，值得去睇。我呢、這個值得推介。我都去過，係嘛？而且拍過幾條片。哦，係啊，到時我發俾你啊。哦，好好啊，我訪問佢裏邊嗰個館長。哦，誒，係啊，嗯。你個 YouTube 你主要係做咩？我係嚟台灣，我喺香港都有拍過唔多十零條啫。嗰陣時追蹤反送中嘅過程，咁、哦、啊，然之後嚟到台灣之後咧，就拍第一條咧就係蔡英文嘅競選總部。哦，嗰日就走去呢一個競選總部拍佢哋即係。嗰日揭曉嘛，揭曉總統邊個上啊嘛，咁啊跟住一路咧就環島一路拍、嗯、一路拍，嗯、拍咗台灣應該千幾條片嘅啦。咁犀利啊！千幾條片啊！喺台灣咁呢兩年時間上傳到 YouTube 應該有千零條片嘅。誒、欸，你點樣聯繫我咧？你可以不如我。不如我寫我的 Facebook 你有沒有用 LINE 有用 LINE 我都會用 LINE 我用 LINE 多是、欸、那你有沒有、啊、我們一會等我拍完之後我再來找你好嗎、啊、你不要那麼快走嘛沒有九點、啊、九點才走好你當那個檔主你有沒有訪問過有啊剛才那個年輕人辣魚蛋嘛是啊是啊有不過剛才黑掹掹冇點到，哎呀，影到佢哋全部都啊，不過啊，如果係尋找政治庇護嘅話，就幾好嘅，拍黑掹掹。佢嗰個故仔係就係，呢架車係佢嘅喎。哦，知唔知係佢嘅喎？走鬼檔。係啊，要穿翻嚟。好特別喎、啊。搞到成個啲咁樣嘅油車咁樣呢個咩油谷嗰啲？哦，唔係佢一mini 嘅油谷。佢一扮小巴，佢一買香港小巴。我香港小巴，我就係呢、這個。係啊，香港小巴。哦，就係、是、呢隻哦。係喎、哦，真係似係喎，係喎係喎喎。你琴日睇嗰個專欄片係啦。係喎、哦，香港嘅小巴 van 仔喎。點稱呼你啊？我文明啊，文明邊個文啊？文學嘅文，文學嘅文，明係一鳴驚人嘅明，口秒一鳴驚人口秒，文章嘅文。係啊，我睇你啲文章都寫得唔錯喎，幾感性喎。你哋文人，你哋呢個文人文藝界多啲，我哋要啲文人。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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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的楊寶希女士，好好，多謝多謝多謝。你好似係你好似係教書咯，以前係，係啊，我冇記錯。啊，老師，好，拜拜，老師，拜拜，好，好，拜拜，好。哎呀，哇，傾咗好耐喎，頭先，哇，傾咗成十分鐘都有。我哋呢個係乜嘢士多啤梨啊？奶酪士多啤梨，奶酪奶酪士多啤梨，系啦，同埋跳跳糖，系盆栽奶酪，系即系纯香港嘅口味，定系会有少少适应台湾人嘅口味咧？因为咧，佢系台湾人嚟嘅，所以咧佢就系台湾嘅口味啦。制作嘅呢位朋友系台湾人嚟嘅，系啊。然后咧，我同埋另一位咧就系香港人嚟嘅，咁就系。台港交融、啊、所以是我冇行錯啦，我就要揾誒、欸，我哋嘅名堂有冇名副其實呢？哦，我一睇，因為好多都係香港人多，即係講國語嘅人或者都好似唔係好多。我呢度就係台港融合，所以終於俾我揾到有誒、欸，訪問一下。你好。Hello， 你。这一次来这一些产品都是你做的，是啊，这些食品你现在看到、啊、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哎，哇，好厉害哦，这个是燕麦饼干，是我昨天做的燕麦饼干，50块钱两包，一包有两个吗？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个，有一些有两个、哦、有一个是一个，一个是两个，哎，然后这个就是奶酪，对，这个很特别，漂亮，有跳跳糖在里面，跳跳糖，糖塞奶酪，是跳跳糖是什么？就会，对，就这个，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爆炸，爆炸的那个是不是？对，哦，哎，然后那边、就是，你平时有没有做来卖啊？我有做朋友自己买而已。哦，卖给自己朋友。对，有。啊啊啊！这边就是生酮、哎，生酮饮食。什么东西？生酮饮食，没有淀粉的。生酮布朗尼，生酮布朗尼是咩嚟噶？就系冇用面粉，即系一啲低糖嘅人士适合食嘅，即系哦，适合糖尿病患者嘅食物。系啦，同埋冇碳水化合物。是，咁就因為是一個幾有效的飲食方法，就是最主要是減脂咯，身體的脂肪係啦，因為呢個係 brownie 啦，即係有啲杏仁粒子嘅，好特別的食物，台式的，咁啊你是已經移民咗嚟台灣噶嘛？我係嚟定居，仲未成功移民嘅。定居？定居同移民？啊，一個居留，係一個居留，係啊，我諗住嚟台灣。但是你仲未攞居住证攞咗未啊？居留证，居留证攞咗，仲未攞入籍，仲未入籍。因为我四月份先嚟到台湾。四月份，咁即系啱啱八个月，半年前左右咯，半年前。点解会选择嚟台湾呢？因为本身真系好中意台湾。其实我喺嚟移民之前啦，都会 keep 住嚟台湾旅行嘅。而台湾最吸引到我嘅地方，就系台湾嘅人，因为佢哋本身都系好热情。即系同香港好唔同嘅系，你可能未必知道隔篱邻舍叫咩名，但系对于台湾人嚟讲，其实佢哋好热情咁去同你沟通，而且讲嘅话题咧，亦都唔系即系限于数字上面。即系香港人好兴问你，你而家做咩？你几多岁噶？你揾幾多錢啊？你錢幾大啊？全部都係關於錢或者數字上面嘅，但係同台灣人傾偈好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係會真正去關心你自己嘅生活。即係例如話你今日過程點啊？你做嘢嗰度啲人好唔好啊？咁樣咯，即係俾到我嘅係親切感，同埋有好多嘢係你可能本身你都唔識佢，但係都好熱情咁去幫你咯。例如我會去花蓮玩啊，咁我嗰時仲未有機車牌啦，咁佢見我喺烈日當空之下等車。我只是想去火車站，他們路過就會說你是不是去火車站，我車埋你啊。是，哇，是。所以其實有很多很細微細眼的東西是很感動到我，是，而我就會選擇留在台灣這個地方。即是
可以咁樣講咯。我嚟咗台灣差唔多兩年啦。咁咧都即係接受過好多好多人嘅幫助，係真係。即係佢哋係唔會話有咩壞心思，諗住我哋著數啊，或者咩嘢啊，想喺你身上以後得到啲咩嘢啊？即係佢嗰種付出係冇話會有計算過嘅。即係好多都係即係佢發自嗰個真情，發自真心。而且我可以用兩個字啦，純比較純正啊，純正一啲，冇咁多雜質。係啊，即係佢哋感情比較純正，對人嘅呢種咁樣嘅友情啊，或者個互相幫助嗰個心比較好，比較有。係，你真係會感到佢哋。啊但當然亦都有啲好冷淡嘅，冇話全個社會全部都係咁樣嘅，係冇話全部人都係咁樣，有啲都係好冷淡。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啦，依個從整體嚟講，即係整體普遍嚟講，啊係比較係有人情味啦，比較會互助啦咁樣。好。咁啊呢？大半年時間過得怎樣？過得點樣 ？OK 啊，都係慢慢每樣嘢都要適應咯。可能自己本身比較克制啦。係。之前喺台灣經歷咗停電啦，經歷咗水浸啦。咁你喺台中係咪？我喺住台北嘅。係。台北冇停電㗎嘛？哦，台北都有停電啦。有啊，咁啱我住萬華區嗰陣時咧，咪、啊、全個台灣大停電，跟住要輪流供電啊嘛。係係。咁啱又停電，跟住早嗰排搬咗文山區，咁啱文山核電廠又爆咗喎。比較黑仔。我兩年啦，我都未試過住過嘅地方有停過電。係咯，我哋住咗半年。跟住地震啦，我覺得好特別。係係。又係喺香港唔會經歷到嘅嘢。係。你知我係以前嚟台灣就係驚地震，而家冇嘢啦。原來嚟到這邊呢邊咧，我行呢一個海線花蓮啊、宜蘭啊，完全都未感受過一次地震。喺嗰邊行咗成三個零月，竟然未試過一次感受到有地震，幸唔幸運啊？係咪因為你接住行？咁係啊，我都會停啊，我停留時間好耐咧，我行。行海線由呢、這、一個雲林嗰邊出發，布袋港嗰邊一路走。哇！你知行咗幾耐啊？三個零月三個零月。唔通你徒步嘅話？唔止啊，四個月啊，行咗四個月都未感受過一次地震，真係好遺憾啊！一個恐懼地震唔嚟台灣嘅人，居然喺花蓮一帶未感受四個零月未感受過地震，唔知係徒步㗎嚇？徒步環島啊？冇咪開車，開車冇咁嘅毅力啦。你兩個都係徒步環島啊？我亦都遇到過有對退咗休嘅，我仲影即係訪問過佢哋。咁咧，兩個老人家六十零歲啦，徒步啊，行咗成五十幾六十日，犀利，真係犀利，好佩服。咁你而家會放上我嘅 YouTube 嘅頻道。follow 你先。係啊，文明文學嘅文明係口鳥。我都係第一次 follow 呢個 YouTube 啊。係啊，琴日拍咗第一條片。哦，你到時要分享俾我。我等我拍完片之後，到時你我哋加個 like 啦。好，加個 like。係咪呢個文？係啦，冇錯。明係口鳥啊，口字邊一隻鳥啊？哦。係。冇錯。好。Thank you。Thank you。後邊再聯絡啦。認識到你啊。好，多謝。拜拜。sorry， 我依家系影咗成差唔多三十分鐘啦，訪問咗三個人嘅啫。咁啊，都香港朋友咧喺台灣呢邊咧，感覺到佢哋都好似變咗台灣人咁樣咁熱情啊，都有改變啊，唔會好似香港以前嗰啲冷冷淡淡咁樣嘅，都變得好熱情嘅而家。
你自己照顾自己啊、哦！我拍片，生命和基督教会在这里边啊，这里咧呢度咧就系大会嘅一个总部啊，呢度系有捐款箱。我哋今日嘅主办嘅单位咧就系、是、台港，叫做台湾香港协会啊，台湾香港协会。咁我头先咧睇到阿桑婆系喺度嘅，但系咧就好似唔知溜咗喺边度啦。咁咧就唔知溜咗喺边度，有啲纪念品啊。光復香港啊！時代革命兩個四個字唔知去咗邊啦。咁啊，今日咧佢哋會有啲抽獎嘅填問卷抽獎。台港大聯盟，咁啊，以我了解咧，佢哋呢一個機構咧係啊已經係一個法團機構啦。咁就2020年8月先成立嘅啫，到依家大概咧就係、是、年幾啦，1年04個月啦，年半都未到啦。今日都其實都好熱鬧啊！雖然咧就場地咧就唔係好大，攤位亦都唔係話好多，係好多即係港式嘅食品，甚至有台式嘅食品。頭先我哋訪問過嗰有啲台式嘅食品啦，咁係台灣人係製作嘅。呢個係用 IG QR code 嗰個。等陣啊！你生意好好啊，賣完添啊！真都冇啊！係乜嘢賣完咁搶手？缽仔糕賣曬！哇！缽仔糕難怪啦，下次要做多啲啦。我整咗好多，一個人整咗冇。做咗幾多？我整咗差唔多80份啊！80算少係嘛？80個就幾耐賣曬啊？三個鐘賣曬，三點半1點開始，2個零鐘咧，係啊，兩個零鐘賣曬，你下次有機會，thank you，一定要下次一定要做多啲啦，好啊，冇問題。你哋已經移民過嚟啦嘛？我喺度讀書，跟住 working visa， 你係大學畢業。跟住，然後用工作居留，係留喺台灣咯。哦，係啊，我嚟咗台灣9年。9年啦？9年。哇！所以就嚟擺下指甲咯，出。好啊，咁啊。見大家應該都掛住啲懷舊消息，咁咪整下缽仔糕咯。你點解識整嘅咧？缽仔糕喺咩上面？嚇！喺洗色鋪嗰陣，其實真係唔難整嘅缽仔糕。即係你係點樣學嘅咧？冇，就咁 recipe， 跟住唔打咁我。本身蘿蔔糕都唔識整嘅，我知，咁你都要有睇啲資料噶嘛？睇就係上網揾，食譜咯，即係睇佢哋點樣做啊嘛，你又跟住做。缽仔糕、蘿蔔糕都係。咁係點做嘅缽仔糕？就係粘米粉再加澄粉，跟住加埋個糖咁樣煮咯。講慢少少。粘米粉即係台灣嘅藏糧米粉，再加呢個澄粉，跟住加埋個黃糖。不過佢要撞漿，即係好似你薑汁撞奶咁樣撞漿，咁我嗰個漿先。嗰啲紅，因為食缽仔糕啲紅豆咪會浮喺面嘅，通常咁一定要用半熟漿嘅，咁就要用紅糖水撞落去熱嘅紅糖水撞落去個粉漿度咁樣咯。咁啲紅豆先會浮起身咯。係啊，我都係睇 recipe， 我即係睇好多 YouTube 睇好多 recipe， 跟住 group 埋一齊，跟住自己再試。係再試味啊！試啊，即係都要試，即係好似神龍常買，全部都要試咯。咁你咁受歡迎嘅缽仔糕，應該同香港嘅味道應該會唔會？唔可以話一樣，但係至少係即係有翻嗰種感覺喺度咯。係啊係啊，有翻嗰種感覺喺度。好啊！希望你喺台灣繼續生活愉快。好，多謝你，多謝。好，拜拜。拜拜。啊，各位。
我係會將片放上 YouTube 嘅、哦，你可以訂閱啦，到時可以睇翻、哦。我嘅頻道係文明啊，文明係文學嘅文啊，文明咧、啊、就係一鳴驚人嘅明。好，我冇問題。好 OK， 多謝。OK， 好，拜拜。拜拜。哇！包有防水，最中意食細個嘅時候，最中意食菠蘿包啦。呢個係有叉燒喺裏面，有雞尾包，因為呢兩樣嘢最平，又甜又平，又好食，又好食，脆，又呢個咧又甜，嗰個又脆，咁所以咧就好懷念啊！啊，仲有呢一個提子包，提子包又係。呢個係雞批，雞批，點賣咧？提子包同埋雞尾包35蚊，菠蘿叉燒包75蚊，雞批50蚊，然之後呢度仲有糖水，有夏菇草同埋有羅漢果雞骨草，哇，有好正江蘇餅，唔係呢個係合桃酥，合桃酥，係啦，然之後呢個係桃膠嘅。芋頭西米露，哇！芋頭西米露實在太好吃了。咁啊，你喺香港以前你懂得做麵包嘛？定係你呢邊先學嘅？哦，麵包唔係我做嘅，麵包係細嘅阿師傅做嘅。師傅依家翻咗鋪頭，翻咗鋪頭，係啊。哦，即係佢自己都係開呢一個麵包鋪嘅係嘛？冇錯。哦。我哋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是叫做咩啊？世記。世記，港式麵包專賣店世記喺邊度嚟㗎？喺台北嘅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啊，291巷602號1樓，叫做世記。大家記住啊，有住喺台北嘅香港朋友咧，想食到。正宗的正宗嘅香港麵包咧，就一定要去世記。多謝你，呢個係我嘅家片。晴空衞，我鋪頭就裝修緊，喺呢個雙連市場對面嘅亞夜市嗰邊做裝修。香港唔係做香港嘅甜品糖水、芝麻糊、花生糊嗰啲。甜品，即係呢個係你哋冇錯，你哋嘅傑作。今日只帶咗，淨係帶咗一樣，係啊，淨係帶咗呢一個。有啲少喎。之後嗰啲會喺鋪頭，因為鋪頭仲裝修緊，依家要借麵包鋪老細嘅地方，咁都起碼有啲 product 嘅。你係即係搭住佢做。冇錯。早少少就老細喺度，啱啱依家就翻咗去換班。明白。點樣稱呼？小盛。吳生。好啊，咁啊，你係已經移民咗台灣係嘛？係啊。幾耐啦？其實啱啱過嚟冇幾耐。我睇你咁後生，應該都係新丁嚟㗎啦。係啊，學習。5個月。係啊。咁啊，點解會選擇台灣呢？我哋年青嘅朋友。其實台灣個感覺比你覺得舒服啲咯，即係始終你同香港個節奏會唔一樣啦，同埋真係。人好好咯，係啊，咁淨係呢一兩個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即係你每日對住一堆好開心、對得你好好嘅人，自己生活都舒服。感覺呢邊啲人咧，即係嗰種關係比較密切啲，冇錯，冇咁疏遠。係啊，係啊。咁但係台北。相對好多其他台灣嘅地方，好多台灣人都覺得台北，哎呀，啲人都比較疏離嘅咯。其實都唔係啊，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都好密切嘅嗱。譬如好似我哋雖然兩間鋪頭，咁但我哋都一齊做活動，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平時會來往。會㗎，我哋其實除咗兩個鋪頭之外，我哋仲有其他一啲香港嘅朋友，譬如有啲係。做汽油的啦，有啲係咖啡店啦，喺新北都會有，係唔同嘅都有。你哋嘅圈子裏面有本地嘅台灣嘅台北人啊，有嘛？都會有，不過我哋主要就係香港嚟台灣嘅人會比較多。係。咁即係話你哋同本地嘅台灣人嗰種交流，其實都唔係話好密切。我哋唔係喺
嗰個群組啦，因為有唔同嘅群組嘛，有一啲就係可能喺我哋社區嘅群組，咁我哋自己另外都會。係啊，因為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都會有個市集，咁其實都係唔同嘅移居咗過嚟台灣嘅朋友啦。我哋呢啲市集亦都唔係話淨係俾香港人噶嘛，我哋都想好多係啊，大家融入一齊喺呢啲熱節日嘅時候，咁可以大家開心啊！不過咧，你先嚟咗半年啦，其實仲有好多時間可以同台灣人發生情感上的交流的，還需還有很多時間，所以你說呢暫時半年都是很短，眨下眼就過。沒錯，我在台灣